娜娜，我把米饭蒸上了。你蒸米饭干啥？人家吃的黄焖鸡好吃，我想再吃一顿。好吃也不能天天吃呀，要不给你来一个水煮肉片，也一样是米饭杀手。行，走。准备一块里脊肉，来把它切成薄片。那你买里脊肉多少钱？27呢，好贵呀。放到碗里来，把它腌制一下。来点食盐、料酒去腥、胡椒粉，一个蛋清，一勺淀粉，朝一个方向来把它搅拌均匀。搅匀后来点食用油锁住里边的水分，拌匀以后盖住让它腌制15分钟。接下来咱们炒个料吧。油热之后来点葱姜蒜末爆香，来点干辣椒，一块火锅底料，一勺郫县豆瓣酱，炒出红油。炒出红油之后来点蚝油、生抽，来加清水，再来点食盐、鸡精、白糖，来准备点自己喜欢吃的青菜，料水煮开以后烫一下，蔬菜烫个1-2分钟咱们捞出来，腌好的肉片也来倒进去煮一下，下去肉以后迅速的搅拌，肉片泛白打卷就可以捞出来了。来点汤汁儿，上面来撒一层蒜末、干辣椒、麻椒、白芝麻，最后来淋上一层热油。水煮肉片就做好了，这样做出来肉片呢嫩滑又好吃。嗯，真不错。天要下雨了，我们要端回去吃了啊！喜欢吃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